28日，演员孙艺珍晒出自己儿时照片，为儿子小甜豆庆祝1岁生日。我们小甜豆的第一个生日，谢谢祝福。孙艺珍发布了一张照片，公开的照片展示了孙艺珍的童年，并写道：在模糊的照片中，我记不得自己小时候的形象，现在与我的孩子重叠，看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是一种体验。照片中，小时候孙艺珍鲜明的五官显示出她从小就展现出不凡的美貌。随后孙艺珍说道：谢谢大家祝贺小甜豆的1岁生日，她真的很喜欢收到的礼物，并补充道：但是从现在开始，用一封衷心的信来支持我真的足够了，我祈祷阿姨们今天过得开心。此外，孙艺珍还自豪地夸赞说：我用小甜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代替了小甜豆的照片，小甜豆比小甜豆妈妈年轻时可爱2亿倍，并补充说：我一直收到你们。